啊，老六，对。一位得体的女士会采用驯龙手。那我从衣服都扒到你，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？我还要衣服去闪现勾进去，全部给我扒住，信不信？哎。敌军为了皮尔三十秒的计划，我用灵魂做了交易。我怎么感觉卡尔玛跟我对线对不了呀？啊？我怎么感觉这卡尔玛要他妈死成狗？是错觉还是真的会是这样的？会。啊？我感觉他打不了我呀。我这个英雄五级 E 之后，这个英雄怎么玩卡尔玛？进化的代价一着至少一半，你要的两种开的。对。我前期稳一点呀，他打不了我。结果意味着运气。哟。这样还推线 Q 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被你分到经验了，我操，我他妈差一点经验升三，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对，我打他抗压啊，全员回了。好运总会眷顾富人。
哎，我操！我他妈卡米尔玩的少，我傻逼了。我应该一他妈起，我应该一这里他妈一回来，对吧？我应该一这个地方，然后撞他，还能把他往回撞一点。我这样是杀不掉的呀，现在。我要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我不想出提亚马特呀，我想出三将直接他妈杀着卡尔玛。我出个提亚马特推线还要给他偷，给他恶心，我让他看到我就跑，他妈直接出杀他的装备。这辈子不努腰功了。好的礼节，干他干他，我操！我怎么感觉卡米尔前期他妈 A 人他妈血都不掉呀，没有攻击力。我操，这出装有点问题，不能这么出。我操，他妈 A 人血都不掉，跟他妈挠痒痒一样的。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控制。猜到后面有，可惜我就是这么的冲动，因为我感觉我可以单杀他了。好吧，哎呀，记住。你有我也有，我们阿 Q 奶奶还是死了呀！我们朋友们，阿达朋友呢？你呢？啊！求稳啊！我操，卡米尔第一件必须提亚马特！我操，必须提亚马特！飞剑是一方面，攻击力太低了。这英雄前期吃着平砍加他妈攻速 A 人，哇，这波兵线怎么推得进去啊？
兄弟们完蛋了呀。看我的位置，卡米尔这英雄他妈越恶心近战还行，感觉打远程没有那么恶心。要等装备起来才能杀。算了，杀不掉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我想等他后撤的时候帮他。你们找我可以支援，我这波战斗力很强，比一般的金刚影强，我现在很猛，我三项。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下路可以踢我，如果他们开你，我也可以踢。杀下路吗？来，快快快！哇，太过分了呀！太过分了呀！太过分了呀！太鸡巴科比了呀！我日你哥呀！我他妈是个女的，我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逼，我人都不好了，老子要去住医院，我日！我太过分了呀！太过分了呀！是我的二本票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！太过分了呀！一杠三他妈一波扫成六杠三，干杯吗？
具核心科，一两六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来了。能打不？能不能打？哇，他又上来抢我的兵，我打你妈一锅盖呀！卖点血量，让这个逼敢来杀我。算我带下去了。不，我这英雄不能这么玩，我想一下。因为裸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我这英雄这么玩不好，我带线。我不知道这个英雄的细节跟技巧，但我知道这个英雄怎么玩，好吧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下路有人来吗？烈烈，哇！依然是什么炸呀？炸炸要用来躲技能的呀！我操！结果这卡莎打我他妈是太痛了，我第一轮没盾了。这直接给我第一轮他妈上 A 他有盾的，这卡莎都打了我那么多血。不行，我要去当老六了，这把我不当老六赢不了。
妈你们两个人勾到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一波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到了，该是他唐僧给我杀的呀，这个叔叔那头全是我的，我操，我们这老鼠威力都没有，现在没攻心也没有，这个打得逃不脱了，红子。我厉害了吗？我操！老子这个盾还他妈给我 Q 死了，我真他妈厉害了。小心吧，你们小心。我来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我来得很快。我来捉。哇塞，这被他妈开过神机走了，我操，也是啊。哇操，这皇子这么拼啊！哇操，他装备不见得打得过他呀！好运总会眷顾富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还有点 CP 你知道吗，不然都会没死。
操他妈的，那个逼把老子勾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我发觉你技巧平平，耐心不是一种品格，而是唯一的品格。只要把他们一个搞定，就能打得过。马虎，我不要了，我身上有。我将确保皮尔德沃夫的生命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防我，你妈逼再吃五年米，兄弟。我唯一需要的就是差钱，回去卖卖这个吧，卖罐罐。好工具总会属于钱包最厚的人。这个救赎太屌了，太他妈屌了！专业呀，实锤！为徒则忠，为主则道，这便是道德。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多变。等待会带来风暴。不是你们现在是要两个人过来吗？说你们两个人过来，你们可能两个会一起死。算了，后面有人，不去。老鼠在打红，这个逼在带上，这个人在这里。我们地图现在是一二三四，四个板块。算了，都不爱甩心。在线，在线，别急，等拦截。恐惧磨快了每一把刀刃。爬山没到，没治疗，没那个，没那个被动。我招了个尼克的大，我招了个重的。呀，我想一他妈这里，然后一回来他妈坐这个灯笼过去，我操他妈的，我在玩什么呀？我在。大龙招不了，我在。没了，我想想，这波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机会？你有天血，他可以接老鼠，他们应该打不了。那照顾我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还是稳的呀。哦吼，这个 CG 叫傻逼了。等老鼠，等老鼠，等老鼠有道。等老鼠，等老鼠，别急。
死啊！开个一个的啊，闪现一进去，屁对面屁吃。他有个金身，不然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他姑娘！血手也没触发，我操，裂开了！哇，这派克怎么就满血了呀？啊，鱼的一滴。开一波卡上没那个的，我冲个奖。那还杀了，不然他真死了，知道吗？我操，我们这团战无敌啊！我看了，看了。哎，嘿，哎，混子，哎，这把混了，混了。哎，我的心脏影感觉还要再修炼一下，好吧？就暂时不先拿出来了。我这把本来可以很无敌的。这把我真的被我全吃了。对你妈逼呀、啊！但有一头我真的没想吃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里不动，吃我两环Q。我的英雄的脸上就不好吃的了。